高血壓，仲要從三個小節做起。記住千祈唔好食太鹹同肥膩嘅食物，唔好食煙，每日進行適量運動，學識減輕壓力，保持心境輕鬆。充足嘅睡眠當然唔少得，健康係要靠自己一點一滴咁儲翻嚟嘅。血壓堅康危疾生，三個小節要留神。你唔着長袖衫，我哋買嗰啲長袖水遮啊。